Thank you.
开车时间到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I
特别小心，设置不好。
十。吓死了！因为我后面我就算我差点在零点也得消极，我后面就算被怎么样也没走好，就像我传掉也行，传掉跟预期一样，传掉贴住我就七分，要不你传掉不是我分，随便怎么样，传掉贴住我七分，你比如说你搬回，我就算实战这个就是你也就那个，不是我本来先别回，我先回一个，先回一个跳绳，跳再飞。对啊，我这我大哥过来是，他不会不行，你要喜欢是，就是也能下来四兄弟，啊那行还好吧，我就如果这样我没办法，打不打不住，那么打是吧？就抓了，我你还抓过了是吧？我不走，抓这啥意思？走走一个吧，这个是。那感觉我确实已经，这以后也扛不住。当时我是觉得你可以跳一下，我不行，你先慢一点，我就行。跳出来，其实比这个时候我觉得比有点紧，要不然我叫你从哪个地方着手？不知道怎么操作，跟这个心有点不一样。没有气，就双火你也不行，可以把那个团掉了，哪来的双火？就是团，这一块不是团吗？啊，团我不是，他那边打你粘住的，那不是双火，外面那个。还有点。今天那个团，我不度过吗？什么双火？快点！你不给我接住你，不是，啊，你先团一下，你看我哪块。有三个，我有，我不知道多少，现在还有这接盘的无忧，是也可能也不行，那已经就是今天打坏了。哎，你粘着点吧，你是不是软的？啊，软就软的，对，一般我不。补一点啊，三枚了，三枚打爆了。你可能不止三枚。我不就三枚，太难了，还是你觉得我两枚什么意思？就想那就三枚。哦。是也。我不能三枚，你四枚，你三枚我得四枚。对。
配一个看。卡的什么意思？接住了，我这个接不住。一二四，一二四，接不是对，也不对，不是下体提吗？提全一。往挤一下吧，这个是，先点的这个，这个你站着，提。但我说你不像铺那啥，不行，铺一下。搬这个是，你搬这个是点吧，提。那个也有一个半点，你进没眼，不但我也，你不是也没有眼。断了，断了，这个班子便宜不便宜吧？应该不便宜吧？我不知道。
这个太快了。嗯，但这个非常快。嗯。吃完点一下，这个跟你全部一样，没有关系。我现在都饿死了，肯定不行了。现在我还真想忘记，但是才五十。一下就直接下了，在这个地方下了。再往前跳两个，你删一下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要把书翻了。这个感觉昨天太肥了。好像已经问了。你不加没书吗？我加没书。他说你。没掉。不是你吃你为什么不硬？我就打了。你就贴不是还是怎样？然后把纸贴你皮粘。不是。哦，那我印去。或者你印完粘上。当时你已经。啊，你让那我只有贴这个，我没注意。你不吃这个枣子应该也没问题。你上面，我本来也准备扔，但是我一看有开节的机会，夹一下。啊，我贴这个是什么？那去。后来你尖一下了吗？我应该断掉了，打一下再尖，应该没。嗯。当时我还是不够，好像你我就挤完之后。洗完之后好像细了，我感觉断，我只要断，而且这个粘一点，这个跟那个粘那个的，可能翻大，翻大了。我直接把你已经，你中间，你好像一直好，我刚一开始过分钟你一直都好，你这边又便宜，我当时感觉你应该，没看你打，应该你九十，我打，不是，好像也不怎么样。你强不是？我觉得你这地方下的特别好，我觉得你这走完我没下好。你这早上你一百了，我操！他应该赢飞了。98.99。我是一直都不好吧？应该从这开始。知道，主要后来你也没有，后来他可以先开了，打这个。你是可以开。开起来。先打这个九十，你被提完已经不在了。被哪个？被提完是吧？哦，那我后面我走不是。这一通提一通亏了，我就感觉啊，提一个再亏一下，再亏。我应该不提这个，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是什么？我应杰好像接。